据环球网援引日本共同社七日报道，美国海军佐世保基地的扫雷舰先锋号当天在冲绳石垣岛港口停靠，这是美军舰自2009年4月以来首次停靠石垣岛，此举引发当地居民强烈抗议。石垣岛临近中国钓鱼岛和台湾，日方单方面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（日方称尖阁诸岛）划入石垣市，中方曾多次就此表明严正立场。共同社宣称，鉴于台海紧张局势，美海军派军舰到石垣岛旨在遏制中国。冲绳县政府早在8月29日便向驻日美海军司令部和美国驻日总领事馆发出请求，希望不要入港。针对先锋号7日上午停靠入港的行为，石垣岛民众聚集到港口附近抗议，高喊回去、出去等口号。中国外交部此前多次表示，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、明确的。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，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决心坚定不移。